古代男子三妻四妾的生活，许多的男同胞们都会心生羡慕。那么古人真的能娶多个老婆吗？事实上，古代纳妾并没有那么容易，历史上大部分的朝代都不提倡平民纳妾。据原始记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明年四十无子，听娶妾。也就是说，你到了四十岁无子才能纳妾。如果男子想要纳妾，也要父母同意，二要老婆点头，三要举办婚礼，还要给小妾的娘家送许多财物及纳妾之资。因此想纳妾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可以算是权贵才有特权。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能娶到老婆就不错了，还想讨小老婆，想都不敢想。而妾室的地位和嫡妻更是差得十万八千里，影视剧中嚣张跋扈的妾室基本不可能存在。明律对妻妾关系就有明确规定，凡以妻为妾者杖100，妻在以妾为妻者杖90，并改正。所以妾差异非常显著，做妻子的根本不用担心小妾会和自己争风吃醋。